代表好彩头的蔡头在一片动算声中，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其昌现身后援会成立受诊大会。 超过400位与会嘉宾，包括台中在地立委，都到场参加，要力挺蔡其昌。不过近来台中市多项重大的交通建设进度缓慢，屡屡引发蓝绿互批。台中市长卢秀燕14日更在市议会被询时，把矛头指向竞争对手蔡其昌，质疑是中央卡台中建设。卢市长啊，真是谎话连篇，无能卸责。卢市长，当时你是卢立委。 是你的马总统，你最爱的马总统通过，要台中市出钱的。强调担任立委以及立法院副院长都有向中央帮台中争取不少预算，危及卢秀燕说法更公开向他下战帖。铁路双轨高架的问题上面，我在这里来邀请卢市长，我们就来辩论。 把所有的问题摊在阳光下，避免让政治口水模糊选战焦点。蔡其昌邀请卢秀燕，希望两周内来场公开辩论，让市民检验。对此，市府不回应，玄物，强调市民对建设争取过程点滴在心头。华视新闻林婉瑜、薛松前、萧玉叶，台中报道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